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注意你服务态度，你得为人民服务。你给我笑什么？你把你们领导叫来，我跟你谈话。给我叫来！你别嚷嚷啊你！ 我什么时候你能让我听好？跟你说，这给我说句好听的，桃子公主。不行，好媳妇桃子。不行，好老婆桃子。不行，我孩子他妈妈桃子。不行，你是不是要比我来硬？我告诉你，我一般不狂野，狂野起来的时候相当狂野。你先跟我松开，我你松开。我先走。哎呦我，先追着我再说。追着你分分钟啊。
我一下子就能追上你，你干嘛也不算追上我，追上了，你天天我的，我说开始才算开始呢。那行，开始。我这怎么那么让你怎么疼啊？我，猴子，我还擦吗？我要带一套你，我就让你尝尝大醉拉面。我的小红帽，你往哪儿跑啊？我就知道逃不出你手掌心儿。桃子公主，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 那时候就说：“女儿啊，等你真的披上婚纱的那一刻，爸爸去看。”
吓我一跳！公主殿下，庆用早餐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怎么样？我这手艺，我告诉你说吧，人家那英国皇室王妃早上起来也就吃这个，也就这待遇，以后你在咱们家就是这待遇。 老公，你真好。不过这个做一天容易，男的是天天做，我觉得吧，只有天天做才能见真心呢。天天做那就俗了，就记不住了，就不浪漫了。不是，那你就打算做一天呢？哎呀，我认为咱们两口子应该公平合理，一三五我来。 二四六你来，到礼拜天，谁听课谁说了谁来。Very good， 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吃着早餐，看见大海沙滩，虽然说是成照片，那也是大海沙滩呢。老公，你特别喜欢大海吧？超级喜欢。我也喜欢。这是我晚上做梦常梦见的地方，老婆。 等到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就带你到那个地方。咱两口子光着脚走在沙滩上，到那儿，我就给你办一个超级浪漫、超级 happy 的生日 party。再过两年之后，咱有了孩子，就是一家三口，全光着脚丫子。 走在沙滩上，海浪拍打着沙滩，海风柔柔地吹在脸上。你想想那场景，那心情。你想过吗？咱们孩子到时候起什么名儿？我跟你说，老婆，我不瞒你说，我18岁那年我就把名字起好了。18。 太夸张了！真的，我就早上上学的时候，忽然我灵机一动，我一下就把名字想出来了，叫果实，实实诚实的实，实实在在的实，结结实实的实。果实，小果实，哎呀，你太有才了你！到那时候，咱们一家三口，一人穿一个白色T恤衫，我背后写个果子，你背后写个桃子。 咱孩子背后写个十字，面向大海，照相机放后面，咔嚓，拍出一张无比经典的照片。这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布，果然摘了桃子，在茂盛的桃树上，结下了丰硕的果实。妈。 哎，那个妈，爸妈，就今天我们两口子，咱们就以茶代酒，就敬你们那个三位老人。哎，不老，别说了，不老，都年轻，来来来，妈，这是，哎呀，快坐下，坐下。 哎呀，我跟你说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我有儿媳妇了，说吧，他们俩你说看着哈，就那么般配，越看越顺眼。对，尤其这桃子哈，哎，怎么看怎么就是漂亮。这是你的。果然你说看着哈，你们大家都知道不容易，真的。现在桃子吧。 选择了果然，这就等于我选择了一个儿子。
你一定得对我们桃子好，可善待他，照顾他。哎呀，我代表桃子他爸，谢谢你。我就是你儿子。谢谢儿子。 亲家母，这我知道。这么多年，你一个人把桃子拉扯大，不容易，真是不容易。这你放心，桃子既然进了我们国家，我们国家呢，一定把它当成亲闺女一样对待的。果然，要是有半点不是，我饶不了他。这你放心。对，亲家母啊。 老果呀，刚才说的也代表了我的心声。这孩子进了我们家，这就是缘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待他。你放心，素梅。啊，谢谢亲家母。来，桃子，果然。妈，你也得好好表现。好好表现。谢谢爸，谢谢妈。哎，哎，我让妈敬你。哎，妈，来，妈敬你。哎，妈敬你。 行了，俊元，这妈爸都叫了，下面该说婚礼了。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的呀？对对对，啊，那个就是妈爸，就是我们俩是这么想的，就不想那个就打仗大坝了，就挺麻烦的啊，就想就一切呢就从简了。完了，我们俩就旅游结婚去了。不是妈，就到时候您说又得订场地，然后又得订那个酒席，还得联系好多亲戚朋友过去同学，太麻烦。我们俩还得准备，关键太累了。特别劳民伤财，等等等等，我得搞清楚啊。果然呢，哎，桃子，你们两个呢能够勤俭办婚礼啊，懂得过日子。 这很好，是件好事儿，妈听着呀特别的高兴。不过呢，这个婚礼这个仪式不办那不行。在咱们老百姓的心里头啊，领证那不叫结婚，有了仪式那才是真正的结婚。不行，咱们得热热闹闹的把婚礼给办了，这不行啊。亲家母。 今天说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，就是嘛，太好了，是啊，怎么能不办呢？你俩怎么想的呀？怎么可能呢？敲锣打鼓才算娶媳妇吗？你年不敲的啥意思？是啊，咱就大明大亮，光明正大的是吧？我儿，我跟你说，他们嫌麻烦，亲家，这咱可以理解，年轻人嘛是吧，工作又忙又累的，嫌烦。但是这些琐碎的事都包在妈，是你妈你爸身上了，是吧？不用你们操心，你们都不用管，你们就这样漂漂亮亮当在天，当。 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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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就行了。哎，就是这仪式的必须得要。对，你让要不然呢？我们这脸面过不去，人家王国国家娶媳妇还没娶不起人呢。可不怎么着。再说了啊，这些年我光随礼呀，那随老了钱了，我得往回收拾才行啊，对不对？往回收。对，果然桃子，哎呀，桃子，你打小啊，妈就盼着这一天呢，一直就给你。 攒着呢，我跟你讲，妈憋足了劲儿啊，就想在这一天呢给你花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不让妈花，妈能舒服吗？肯定不舒服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们家这也憋着呢，都憋着呢。对，那个，怎么着？你俩还有啥想法啊？啊？其实我们俩也憋着呢。<笑>孝顺孩子，我跟你说，这婚礼是办，这肯定要办的，但是怎么办？ 这是属于艺术范畴的，对吧？就我虽然我懂点艺术，但是我那是业余的，我们俩主要还是老师。你呢是专业的，对吧？你一进演员的，对吧？你这方面懂，你这方面多出点点子。亲家，这可是找对人了。是啊，对你小事儿，对我来说就是。哎呀，你妈这像不像上课呀？进一进，同学们该上课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慢慢就适应了，在家里这一直给我们俩。上课呀？是不是？上课。我真跟你们说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啊，你们看哈，刚才咱们把结婚的仪式。 都讨论过了，讨论得非常的热烈啊。那么我要跟你们说的这件
最重要的事情，也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果然，桃子，你们两位啊，年龄也不小了，你们从现在开始必须抓紧时间要孩子。嗯，对。你说现在不是领结婚证了吗？这就合理合法了。哎，结婚那是仪式，只不过是个形式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是麻利的要一孩子，这是当务之急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说，你们现在都多大年龄了？再不抓紧时间要孩子，那就是对你们自己不负责任，对你们的家庭不负责任，对你们未来的孩子不负责任，那也是对我们三个在座的家长不负责任，也是对国家不负责任。娘子，你相公我将在屋中进食，可否？哎，你怎么还不换衣服呀你？你快着点！我跟你说，我想在屋里头吃，行不行啊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奴婢，老爷我想在屋中进食。你吃不吃？你要不吃的话，就没你的了啊！我出来吃，我出来吃。这饺子是湾仔的吗？嗯，是湾仔码头的。是鸡肉香菇馅的。就你冰箱里那些，哎。你们今天怎么全速冻饺子啊？你天天就吃这个？单身的时候再不吃点饺子就没法活了，相当于过年了。去，给老爷我来点醋，再拿点萝卜干儿。表现不错。这是什么单位？一点都不人性化，哪有刚领完结婚证就逼人上班的？你们那店长要提出严厉批评。你要批评他什么呀？我先不忙批评，我打算先恳求他。我要恳求他善待他自己，善待他的家人，尤其要善待他新婚燕尔的丈夫。她丈夫等得太着急了。那你求店长好好求求他。我求求你早点回来，我想要接你啊。嗯，我知道错了啊，你咱们下不为例啊。哎，以后要改啊。我改了。要一个西红柿炒鸡蛋，凉菜再给我来一个那个凉拌面。你送到那，哎，那个对不起啊，我不要了啊，对对对，我点的菜不要了啊，谢谢啊，哎，拜拜拜拜。桃子公主，果将军让我把这个送给你，并让我转告你说，晚饭他爱吃。我家媳妇儿回家让我好好抱抱你。这花真好看，那我好看呀，还是这花好看呢？花跟你能比吗？当然花好看。我抽你！它也就是好看，你那叫美丽。乖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那个。这会儿店里正好没人，我把自己婚纱给选了吧。我娘们儿！哥们儿吵吵，娶你这么一媳妇儿，你说我得
遭多少男人嫉妒。为了不让他们嫉妒我，下一身，下一身，换一身。同样是身婚纱，那分穿谁身上？穿在我老婆身上，那阳光普照，春暖花开。那几身都好，超好。时而冷艳，时而清秀，时而高贵，时而放浪。时而什么？时而高贵，时而高贵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我一直有梦想，就是我可以在婚礼上穿我自己设计的婚纱。哎呦，这主意太棒了，那就去做，我坚决支持你。不是，关键这特别难实现。首先找面料，好面料真的太难找了，然后还有加工过程，一般小裁缝店根本弄不了。老婆，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我觉得你这事儿一定能干成。你看前方那块面料正在等着你去拿它，你再看不远处那位裁缝也在等着你去找他。要不然干脆咱省事点，直接把你设计图纸往法国巴黎一寄，正好寄到你们总部，又赶上你们那设计总监闲着没事儿，无意当中一看这图纸，顿时惊喜，就像发现了一块50克拉大钻石，立马采纳你的图纸，然后开始施工。施工完毕之后，然后再给你寄回来。等咱俩结婚庆典的时候，你穿在身上，棒吧？哎呀，那我行啊！我看好你，我顶你。我顶顶顶。婚纱设计呢，大师。喝了啊，不能超过一钟头，迅速回来睡觉，要不然我就开始生气，生特别大的气。喂。是杨桃，杨小姐吗？哦，我是哪位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是百合网的 VIP 红娘。我看到您注册百合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嗯，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找到合适的交往对象了？我已经找到了，而且我都结婚了。哦，那真是恭喜您了。嗯，那我就把您的婚姻状态修改为已婚了。嗯，您也可以上传您的成功故事分享给其他会员，祝您幸福。好，谢谢啊。你看这俩漂亮的，气色好。哎，啊，谁说好事不成双啊？啊，哎，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庆祝一下呀？啊，得庆祝！哎，好的，干了，都干不了，吃吧，吃吧。吃吧，吃吃吃吃，赶紧吃。姐，你吃。看，妈呀！这是啥呀？我女婿送的，
我跟老团长一人一块。哎，这是那个宝，那个什么大名牌，世界十大名牌。哎呀，这表在国内可贵了，价值人民币差不多6万多吧。一块两块啊？当然是一块啦。哎，你女婿给你们俩买这么贵的表，不错呀。那是必须的，他要是对我们不好，我凭什么把我宝贝蔚蔚嫁给他呀？哎，你跟他说了吗？啥呀？没说就对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他呀还送给我们蔚蔚一个4克拉的钻戒，是不是？是。哎呀，这女婿太棒了！是，来吃菜吧，来。哎，素梅啊，啊，你那个女婿送给你什么呀？啊？没送什么。素梅，这不行，我告诉你啊，必须让他送，你知道吗？他如果轻易得到，哎，他就肯定不会珍惜；他如果不珍惜，就不会尊重你这丈母娘。不行，实在不行，哎，我给他打一电话。哎呀，我说没送，不是没，哎呀，不是真的没送，送了，我没要，送了一个10万块钱的一个大钻石项链。真的，真的，那么贵，干嘛呀？我们带不出去，现在什么场合？另外一个也不怎么上台了，是吧？就带不上，就给退回去了。退了？啊？哎呀，果然能给你买10万块钱的礼物，不错。你说阿姨给小狗拍照，能给丈母娘拿出10万块钱，那真是不错。哎呀，不错了，不错了。我觉得呀，俩女婿都像样，都合格，满意。总结性发言。对对对，行了行了，不错就行了。你们俩不准备办婚礼呀？你看你说的，能不办吗？这结婚你要不办婚礼，不跟没结一样吗？秀儿姐，脑子乱了，你咋想的呀？我们怎么能不办婚礼呢？就我们这女儿，还能不大操大办呢？哪办？那你们什么时候办呢？别提了，我正烦着呢。我呢是本来想早点办，可是现在啊是黄金季节，办的人特别多，可是像样能够办婚礼的场所又特别少。我们家朋友又多，我又不能委屈我们蔚蔚，随便找个地儿我就办了。我也是琢磨这事儿，就这两天也在想这事儿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多气人吗？我去打听，人说了，最快2个月以后。那时候我儿子办婚礼也是，排呀排呀，后来呢，哎，找到一个关系。哎，哎，你们俩觉得我儿子那个婚礼办得怎么样啊？好啊，非常好。对呀，而且那名字好像特好，叫凤凰什么玩意儿，是吧？凤凰酒店。哎，挂了一个那个金凤凰，特别吉利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而且非常好。对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要能在那儿可太好了。是啊，后来我儿子呢，就和那个婚庆公司的那个老总呢，成哥们儿了。啊，是吧？哎，你们想不想找他们公司啊？想。他们婚庆公司呢？一般都会给自己的一些关系户呢留一些名额，所以啊，给你们俩加赞。哎呀，而且呢，还给你们打折。这还挺，他还挺，这是最关键的。我们呢，我们虽然很有钱，对，但是我们不花冤枉钱。对，我们得知道钱花哪儿了。我们不当冤大头。对，我们得知道怎么花，明明白白。你聊着，我是不是这么想？姐，回来了，好，哎呦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姐刚到家一会儿，恭喜你啊！坐着，坐着，坐着。
喝点水还是？妈，我先喝呀。我拿个。真的。妈，玩的特好。别这么忙，别忙，太好了。嗯，特开心。那你干嘛着急回来呀？你不都不是为了你吗？傻呀，带着你们的事儿。是啊，我还待得住吗？你们俩这证都领了，我这赶紧回吧。不是，那您打一电话，我们俩好接你去。这一人回来多让人担心呢。那不是怕打搅你们吗？怎么样，果然？ 挺高兴，对我妹得好啊。哎，可好，好啊。桃子，姐真替你高兴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事儿是咱们家最大的一件事儿，不是咱家还一大事儿呢，咱这宝贝儿，咱们得那个好好的那个安胎保胎。是啊，宝贝儿好着呢啊。婚礼的事儿你也别那个别跟着操心，我们自己能弄得了，别跟着忙。那哪行啊？ 我不替你操心，我替谁操心？我这就是赶紧回来，麻利儿的帮你们赶紧把这事儿办好，必须办得漂漂亮亮的。嗯啊，哎呀，头儿，姐真的是特别高兴。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时间接到电话说，哦，你们俩登记了，我就想，当初我跟这个，啊，我跟你姐夫，我们俩连个婚礼也没有。 但是我们俩可是有特殊情况，我们当时是因为父母不在了。你们可不一样啊，大姨和我就等着你这一时刻呢。知道姐夫。哎，说起这茬来哈，就是我们四个人一块吃顿饭，吃饭的时候他两个人还抱头痛哭。哎呀，这说这些干什么呀？你这是大好的日子。 不是说这个，那个怎么着？这个时间好像差不多了，是我做饭。妈，不用不用，那个桃子跟我说，说您还有那个姐都挺爱吃火锅的，我把那边都订好了。就是啊。什么那个姐，妈你们把衣服换了，我把车就开到门口。别，多不合适啊！合适合适，不合适。那个桃子，妈，包给拿去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姐，今天就是他俩不能不回来，他俩不弄这事，我也得弄，我有钱，我得给你接风洗尘。果然，就让他去扛。 让他花钱，让他出钱。怎么着？你们还换衣服了吗？我不换了，姐，你换吧。我没事，我不换了，走吧。啊，定的位差不多的时间。我最爱吃火锅。喂，邢总呢？我是江家团哥，我再提醒你一下，时间现在不多了，如果到时候你少给一分钱，你能想得好吗？